一下车热情急着欢迎法国参议员率团访台，行程第六天来到基隆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参观侵华战争遗址法国公墓，对着纪念碑献上花圈，感谢台湾保存这段历史。访问完侵华战争遗址，接着马不停蹄参访2022城市博览会，来到西二主场馆，市长林佑昌也到场陪同，亲自解说。对着摄影镜头做出最有台味的比赞手势，最左边这名参议员艾伯雷比赞时让现场媒体特别关注，却因为十号访立法院时发生这个小插曲。参议员突然伸出手比出倒赞手势，一阵嬉笑后来一张合照，再度比出倒赞，发现跟大家的手势不同，赶紧把手倒回来重新比赞。参议员艾伯雷日前两度比出倒赞手势引起争议，他们后来非常的清楚的说对这个做了一个表示歉意，但是我在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也是要求比赞，我想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表示不愿意，所以非常的配合。官员比赞却发生小插曲，事后也澄清没有恶意，非常支持台湾，行程不受影响，继续友谊之旅，盼加强台法之间紧密合作，持续交流。三星新闻记者邀请镜头报道。